肩膀，对，在肩膀的地方夹住一点，就是你们钳子，大概跟你们钳子这边是剪的，这边有个平的，这边有那个就是凹槽的地方，放在平的那个地方，嗯，正正好的位置，然后使劲用手往下掰，挨紧一点，不要这样掰，看这样掰是一个弧度的，不能这么掰，是要放在这个钳子顶上这么掰，正正好跟这个钳子贴合，嗯，这样子才是一个直角，这边也是一样。身子也是一个头的位置差不多，然后完了以后往后折，这一步到了，把它往后折，折好了以后用大拇指掰一下，这是它屁股的位置，就不用钳子了，用手大拇指的地方顶一下，就要的就是这个弧度，就一点点弧度就够了，你用钳子的话只会把它，钳子弯的话差不多都是弯的这种直角，这种圆的弧度我们都是用手慢慢把它掰出来的，就往后顶一下就可以，这是屁股的位置，然后脚的脚一个头是膝盖，轻轻折一下，就屁股是要从这里开始算啊，不是从这个顶上，应该到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屁股，这个完了以后下面一个头的位置是膝盖，轻轻的往后搭一下，是小腿，小腿下面也是一个头，在这里一个头，完了以后再多个一厘米，是我们等一下要做鞋啊什么插进去，大概就一个头，下面是留一个头到一再多一厘米，然后把它剪掉，这头再多一厘米是吗？对，因为这个一厘米是这个鞋的高度，就我们要插进去，调整一下，他不是这么坐着的吗，就把背稍微往前倾一点，腿往下搭了，你们可以跟你们的那个就是你们做好的这个小蛋糕上面坐一下，就比一下它的那个姿势，就是坐上去看看它是不是这样子坐在上面的，看看哪里要不要需要调整，或者是先这么做好了以后再调整，到了。